那如果带恶业呢？糟糕了，就去这个地狱、恶鬼、畜生三恶道去受苦。但是人在享福的时候，他会怎么样？他要么就懈怠，他不肯修；要么呢，他就造恶业。所以我们大家呢，头脑一定要非常清醒。所有往生的这些佛菩萨，个个带的都是净业。所以我们造业呢，要造清净之业。那么这个净业跟善业的差别在哪里啊？同样一桩事情，我们的心态不一样。比如说我们做这桩善事情，做的时候呢，有分别有执着在里面。那净业是什么？不分别不执着。比如说我们擦地好，把这个地呢擦得干干净净，只是一味的把它擦好就好，绝对不求任何的名分，不求人家赞叹，不求任何回报，这个就是敬业啊。所以会修的人呢，他带的是敬业；不会修的人呢，享人天福报。说他享人天福报呢，这还比较好听一点的。说实在的，在这个时代啊，许许多多人呢，他以为他修的是福，其实他未必修的是真福，他对福善呢不了解。我们想要把这个善弄清楚，唯有把十善业道经每一条都弄明白了，我们才能够看得清楚善的真相，才知道呢怎么去修。所以希望我们大家把这个十善业道经呢要重视啊。师父上人常常说呢，我们这个时代众生修学四本书要学，哪四本书？弟子规。大家有没有读弟子规呢？相信大家都有读。有没有学呢？都有在学。有没有做呢？有在做，非常好。希望我们大家呢保持下去。那还有呢，感应篇。另外，十善业道经，还有一本就比较厚一点的《沙弥律仪要略真注》，这么厚的一本小册子。这本书呢，虽然是讲的出家众，可是在家同学呢也可以修。我们看了这四本书，也就知道啊，自己每天起心动念何等的重要，真的是稍不小心呢，就会造恶业啊。所以我们大家每天这个经本不能够离开，每天听经不可以缺少，念佛不可以间断。佛的经上常常说要保持正念啊。如何保持正念呢？只要是跟这个经典跟佛号不相应的念头，那通通都不是正念。所以我们大家的念头一定要有一个绝对的标准，那就是佛经。所以经典呢，是我们修学的指南，这个是大家呢一定要常常要读要亲近的。经典被称为法宝，世间人呢只是把这个金银当作是宝贝啊。没错了，我们是需要这些钱财，可是呢如果用的不当呢，就会出问题啊。但是这个金银呢，只能够让我们衣食住行不缺不担忧而已。它可不可以帮助我们断烦恼呢？可不可以帮助我们了生死呢？真正能够了生死的是念佛啊。尤其是在这个时代，佛的经上跟我们说呢，末法时期唯有靠净土法门才能够得度。所以我们今生呢能够遇到这个法门，要觉得非常庆幸，能够遇到师父上人也感觉到非常欢喜啊。这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啊，又被我们给遇到了。那请问我们大家过去生中有没有遇到过净土法门呢？有没有遇到过师父上人呢？肯定遇到过。那过去生中既然遇到过，那为什么没有往生呢？
我们说简单点，两个字没有做到。哪两个字？放下没有做到啊。在临终的时候呢，哎呀，想想，我还有房地产，我还有儿子孙子还没有放下，哎呀，这个忧虑牵挂事情太多了，我还有银行里面的存款，好多好多的钱，怎么办呢？都要断气了还不肯念佛啊。说临终那一刹那呢，想偏了，想歪了，没有念佛。平常呢好像是哎呀有那个念佛的样子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可是到临终的时候呢，就想这些五欲六尘的东西。所以佛菩萨看到我们呢，哎，这个人呢还没放下，算了，走吧，又佛菩萨又回去了，又去极乐世界。所以我们大家的这一生呢，不能够再犯这个老毛病，一定要呢真正放下。我们再看底下一段，事小具有，又忧非常，水火盗贼，怨家债主，焚飘劫夺，消散磨灭。到这里是一段。这段经文呢，也是给我们指出啊，现实社会的真实的状况。说不定这些事情呢，就发生在我们自己本身了。佛的经上跟我们讲，财呢为五家共有。这个钱财是不是我自己的一个人的？不是的。有的人呢，他的钱财被国家充公；有的人他的钱财被人家抢劫，或者呢被人家骗去，或者呢一个水灾来了，把他房子给吹走啊，给飘走了，或者呢来一个地震，把他给震垮了。前一阵子，在这个海地，大家应该听说过海地了，刚刚发生这个很大的一个地震，据说啊死了将近20-30万人。一次地震死那么多人，有多少的房子被震毁了？那个地震时间长不长啊？不长啊，就那么几秒钟，晃一晃，房子就倒下来了。所以我们听到人家发生那样的事情，也是在提醒自己，我们所拥有的这些房地产、这些钱财，这是不是真实的？不是真实的。这个房子是什么？旅馆呐，我暂时住一下而已了，千万不要把它当真了。所以我们每次进到自己房间的时候呢，打开门想想，哎，我又回到旅馆了。能够有这样的心态，真的无论住在哪里啊，都不会有忧虑，都不会有牵挂。虽然有这个地契在啊，知道暂时住一下而已，暂时给我使用一下而已。我们在这个世间呢，只要一种权利，使用权，不要呢所有权。有所有权的人他会操心呢、啊，哎，有使用权的人他不用操心，住旅馆嘛，我天天住，我只要付这个房租就好了。这个房子好坏跟我没有关系，房子好不好坏不坏呢，那个老板那个屋主他要操心呢、啊，他要去修补啊。